这个大美女又转过来了，她好像是有专门的摄影师给她拍照，她是跟不同的车去合影。 她这不知道是什么种族，她的后边刺着汉字，刺着一个清朝的清，然后刺着一个宽恕的恕，就是她的头发给她挡住了那几个汉字。 它这个白色的像一条大鱼一样卧在这儿，虽然天黑了，但是还是很热闹，这边还是比较热闹。 这个大美女下车之后，就有人跟她合影啊。 大麻味儿，闻到一股大麻的味道。 他们这样的互相抱一下什么的，有点危险，有点会传播病毒吧。 这边又有一个大美女在这儿拍照。
这个车，这个表演特技呢。今天有好几辆车这样表演这个特技。这个美女车模，也不是车模，她没有刚才那个漂亮，刚才那个漂亮。看来这晚上也还很热闹。挺热闹，因为今天白天实在是太热了，所以大家热的也受不了了。晚上，哎，这个车挺奇特，所以晚上大家就在这外边叫消暑吧，实际也算是秋天了，涉及不到消暑了。这个敞篷的这样的像小拖拉机一样的车，Made in the Mission， 在 Mission 接制作吗？举着一个牌子，他在单手开车吗？热闹一点都不减呢，这边这几个美眉还在那儿抱着跳舞呢。又到这儿来拍照来了，他们。他这个轮椅是可以升降的，可以给它升高。他跟那个人商量，说可不可以坐你的车拍照，是那意思吗？不知道。他这个轮椅还是不错的，这个小伙子坐这个轮椅是可以升高的。这个人拿一个梯子，其实拿一个梯子摄影的话效果会好很多，应该是。
这个路口完全交通已经乱了，交通。完全有点乱套了，交通。有的人坐在车上了。这个流浪汉在这儿也溜达呢，啊，这有一个戴面罩的，这个小怪车，小怪车，哈哈，红色的在这儿拉这个汽笛一样的声音。这个轮椅右边这个扶手可以控制，可以控制方向什么的，应该是。你看这个小伙子也在这拍照呢。这个是改装的车吗？它还是也不好改装吧，这种的像个小老式的皮卡一样，老款的皮卡。这个是把车给支起来了。大体就是这样了，应该是录制的比较全面了。整个这个老爷车算是车展吗？这么一个景象，应该是大体的全景都已经录了吧？秩序还是不错的，对吧？现场看不到警察，但是还至算秩序井然，大家自主的维护着秩序，所以这一点还是挺难得的，没有看到打架的是吧？我记得如果在国内的话，可能有些地方这样的活动有的人之间会发生一些冲突，这边还好对吧，大家还基本上互相比较友好啊。这个人又到路中间跳舞了，就是人太多，这样的话一聚集的话容易会有这个病毒感染吧，这个有点担心。这几个妹妹这个活力很旺，一直在这跳啊跳啊跳。啊，这个小车横冲直撞啊，这个小车跑那儿去了。
这边刚刚也停着车呢，这个摩托车它好像把那个商标都涂掉了，后喷的漆吧，那种叫哑光的漆，这是吧，不是那种亮光的。这个摩托车据说也都挺贵呢，对吧，它的价格并不比轿车便宜，据说啊，据说有的这样的一辆摩托车 美元40000或者50000这样的也很正常，对吧？这边人们在这扎堆欣赏车辆，而是他们在聊天，对吧？通过这么一个场合在喝啤酒，在聊天，也许这是老美他们所追求的一种方式吧。 也行，人在这样的 环境里或多或少会觉得心情稍微放松一点啊，会觉得放松一点，因为周围大家好像似乎都还是比较表情比较欢快一点，是吧？啊，对吧？你看大家似乎并不怕，都不考虑病毒的问题了，对吧？有好多 就不戴口罩，这样的聊天，然后握手啊什么的，还有一些拥抱啊，这样的。但是尽量还是加小心吧，尽量加小心，对吧？你看大家这么近距离的这样说话是有点危险。 是吧？这个路口还是比较热闹的，这个路口就是这么一个景象，有的人在吸烟，有的人在喝啤酒，有的人在抽大麻，大多数人都在互相聊天。 我比较佩服他们在这样的嘈杂的环境里边聊天也能听清楚吗？啊，好了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差不多了，录的啊，这是整个的一个景象，人们在这块聚会的这么一个景象，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人了，啊，这样的很危险啊，互相去拥抱啊什么的。 拉手啊什么的，真的挺危险的啊。好了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再见。